日前，吴尊带着一双儿女参加节目《爸爸去哪儿》第五季，帅气的奶爸与乖巧的萌娃们圈粉无数，人气直线飙升。18日晚，吴尊晒出了与儿子的视频聊天截图，截图中吴尊在与儿子视频的时候给自己添加了一些粉色蝴蝶结等可爱的贴纸，变成了漂亮姐姐。 Max 在看到后笑倒在床，非常的可爱。网友们在看到后纷纷表示被萌翻，有网友也调侃吴尊没有偶像包袱了，笑问所以什么时候穿美人鱼。吴尊也搞笑回应十分的逗趣。